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森林哈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一个解谜地图，叫做十色关卡哈。顾名思义呢，它就是拥有十大关卡，然后拥有十种颜色不一样的哈。这是一选还荡秋轩，一选好像是作者吧哈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 ，level 零哦，还有零关哦，先来小试身手吧哦。小试身手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谁出名？你好，我是本关关主出名。找到通关卡片后，记得对我点着右键才能交换通关按钮啊。如果你卡关了，点我前方告示牌吧，哈，那边会有一些提示，祝你通关顺利。这边电视下面，感觉就有鬼啊。哎，有东西的吗？只是我的心里有鬼而已吧。我觉得应该只是我心里有鬼。哦，好酷哦，这材质。然后，赛唯一的疑惑点就在边。通关卡片哦，太简单了，来通关按钮嘛，简单简单哦，小试身手嘛。Level one， 粉红的女王，哎，我喜欢粉色。如果你的平安到我这里，我就让你通关吧。OK， 粉色我觉得就是踩粉色对啦，哎，踩粉色，跳过去吗？应该是要跳过去吧。白色可以吗？白色，哎。哎，这是 bug 吗？还是这个是正确玩法？哎，我这样就无敌了嘞！哎，不错嘛，来，这是你的这是考验我的智商还是考验我的技术啊？这应该说是智商吧。我就把这个当成这游戏的玩法吧哈。那么第二关就简单的解谜游戏，终于要解谜了吗？欢迎光临，请问你今天想吃什么？原来是闯关者 Forest 啊，通关卡片就藏在店里哦，加油啊！为什么藏在这种地方？会不会藏在你身体啊？哎，哦，不是，那不是，那是交易。这是什么？非工作人员禁止进入。OK， 可是你有可能藏在里面啊。哎，衣服可以穿员工制服哦，我穿了员工制服可能就可以进去了吧，来让我进去。哎，还真的耶，穿了员工制服就可以进去耶。好多南瓜派，好多剩余就不要拿了，胡萝卜也不要，我要南瓜派就好了。哎，那第三关哈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烈焰神，跑吧，跑到最上面，按钮就是你的。好的，烈焰神，你跟创世神有什么关系吗？烈焰神，哎，还蛮简单的跑酷啊，都是一些小跑酷。哎，这岩浆烧不死我，我还要这样慢慢被折磨。喂，你缩起来干嘛？你缩起来玩屁哦！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刚刚是进那边吗？我们来进这边看。哦，这边下面是东西，我看到了，所以是这一边嘛，答案就在这一边。不是这个，给我自杀，我不要掉了，是这个下面这个应该是正确的，这个有哦 key， 我可以开那个该死的箱子了，打开，打开，有了，通关卡片哦，跑酷的地图真是困难啊哦，最讨厌跑酷抛上小了，不是。Level Share， 寻找按钮吗？你好啊，矿工，僵尸矿工。我跟其他关主不同，没有藏什么通关卡片的哈。这没办法，拿三颗鹅卵石怪，这按钮老子就直接送给你。三颗鹅卵石吗？啊，你不会自己踩哦？这边到处都是鹅卵石。哎，这样有用吗？应该没屁用吧？我看一下，三颗鹅卵石这边。上去提示，哎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下来找鹅卵石，可是我看到很多鹅卵石啊，但是怎么拿呢？哎，我拿到稿子了，我拿到好多稿子哦，木稿可以破坏什么石头跟鹅卵石 ，OK， 还按到两次了 ，OK， 只要三个就可以了，这样不愧是矿工啊。哦，上去的提示，哎，为什么还要上去提示？所以我们想办法上去哦，我们可以挖上去啊。在想什么东西？他都给我们稿子了，我们就挖上去啊？还需要提示吗？提示应该是叫我们挖上去吧？好不容易拿到稿子，你却不知道怎么上去啊？看吗？哦，看我就知道了哈。我说我要13个，我可以给你换4个按钮，4个按钮，寻找按钮第五弯 ，OK， 又在寻找按钮了。你是牙齿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谁啊你？
我拍谁，我比较懒啊，这关你只要找到通关按钮我就让你过了，嘿嘿。好的、哦、所以他就直接藏通关按钮了，不能交易了哦，超懒。也没有很懒啊，有藏起来算不错了。我玩这么多年的解谜地图来猜的话，他应该是藏在屋顶。诶不对啊，他没屋顶呢。不对啊，他没屋顶呢。这个感觉就是被扑上去的感觉，你看。一旦可以下去。我刚刚还点着右键呢，我刚刚还对他点右键，我想说为什么没有东西。我不是关注了，我是来监督他做事了，不用在意我没关系。也是啊，我之前看过你了。你好关注，这么久都没上过，哎哦，你是挑战者圣灵吗？哦，那么加油哦，希望你能顺利通关啊。啊通关是干嘛的啊？怎么通关、啊、你就没教我，是找按钮吗？这个是出泥，这怪怪的。诶旁边这是什么？旁边这是，诶有箱子，诶打不开啊那箱子。看一下提示，看看是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对旁边丢个东西看看，对旁边丢个东西，丢不进去啊。哎呦呦呦，开了，哦原来是在我脚下哦。第七关你发现了吗？发现什么？你好啊挑战者哈，我是本关关主戒符棒哈，这关很简单，只需要动动脑子而已，加油。哎那戒符棒长这样啊，哦你是蛮不错的，蛮好看的。这关就是跑酷嘛，是不是？有锁上，我本关提示，我只能告诉你眼见不一定为凭啊。哦果然是这样嘛，我就知道有这种方法哦。我之前有学过这种方法，就是被击到它会跟这个戒符棒融为一体。为什么这样制作孽又死了一次？我有学过这样的，你看它就啊，为什么这边是蜘蛛网？通关按钮 get 到东南西北哈，东南西北。我们在搭火车吗 ？Pocky。通关卡片在箱子里，想打开就需要钥匙。我想颜色依序是红、紫、蓝、黄。红、紫、蓝、黄，哈，在哪个箱子啊？通关卡片在箱子里，在这个箱子吗？诶，那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红，诶，不能放，我们可以放在哪里？荧光球，哦，只能放在这边。红、紫，哦，对了，一开始我们不是有说那个啊，东南西北，对对对，东南西北，我记得可以看这个确认，这怎么确认啊？我看一下。东南西北怎么确认啊？不对，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看啊，我根本不会看啊。东南西北他说什么？红紫蓝黄嘛，红紫蓝黄 ，OK。东南西北是吗？东。哎呦呦，拿钥匙，有，果然嘛，哦，用猜的才是王道嘛，王道就是用猜的。什么解谜嘛，什么看东南西北嘛，哦 ，Level 九，大家可以回家喽。一选，哦，是作者呢，这是 GA 馆，再乘一下就可以通关的话，这一定没有通关卡片，你只要找按钮就可以回家喽。找按钮的时间到喽。诶，我刚刚发现新大陆了，我们出生点在这边，拜拜。诶，哦，回到家，哎，不要炸到我，你炸到我了，拜。耶、yeah, ，感谢你游玩耶， yeah, 结束了，感谢你游玩呐、啊，这边是不一样的地方哈、啊，对啊，这边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好玩，不错，赞赞。好，那么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把我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每天晚上6点半都发布影片哦。我们要，哎，盔甲座。